高雄首演。明天呢，12点开始卖票。买完票之后，晚上6点可以看狮子 Lion 的 MV 首播。美丽丑与我，2019 HIT 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男歌手萧敬腾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Hito， 谢谢所有支持喜欢我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喜欢我音乐的朋友啊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对我的喜爱，对我的不离不弃。那我会继续用我的音乐啊，用我的唱歌，用我的舞台啊，继续给你们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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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恭喜老肖，老肖阿林哥请留步。等一下，我听说台上有一位是孙猴子啊，是不是？是猴子的举手。哦，看出来，看出来了。那另外一位是火孩儿吗？对，我是。哎呦，两位要共同来演出这个《嘻哈游记》摩尔代在一起。对。刚刚阿林哥有宣传，但你不好意思，我们帮你讲讲的详细一点嘛，好不好？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明天。对不起，有点 delay。对，没有关系。而且大家好像还没讲。总而言之，明天中午12点，两厅院售票系统，每个人买票，买到秒杀，好不好？好。而且这次是这个9月5号开始，在这个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要演出6场。在此，我们先祝福你们的音乐舞台剧超级大。成功！谢谢，等一下，萧敬腾好像还有一点感言没讲完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怕大家觉得我们在开玩笑。没有啊。对，音乐剧是真的。音乐剧是真的。今天的颁奖都是真的。没有，然后9月的时候会演，对不对？9月初在高雄会武营。对对，明天中午开票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音乐剧。恭喜老萧，谢谢阿林哥，谢谢。很期待两个人在这个舞台上面会撞击出什么样的音乐火花，一定很厉害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接下来这个另外一位很厉害的歌手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说凡人吗？这么爱我，然后我也爱 Hito， 也爱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今天会有很多很棒的音乐作品跟表演，希望大家可以很开心的度过今天这个夜晚。谢谢，恭喜老萧，请王老师继续颁奖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老萧这几年除了在歌。Yeah.